没事，多说话多说话就好了。来，小七唱个歌给大家助助兴。好好好。哎，是我的卡路里。让我们轻松一下吧，放松一下。冥界的话是吕布、夏侯，他已经有两个去掉了，还有东皇，他还剩一个廉颇和东皇。那拿东皇呀，我拿廉颇，你拿东皇，无所谓的，我都拿了。廉颇吗？一罗廉颇，夺。他抢廉颇。看《战至巅峰》的观众都知道，我来的时候只有一个鲁班，没有英雄。那上路我用的上一季用的只有一个廉颇和一个吕布，只有这两个英雄。那现在全部都打上路，那对于我来讲其实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万一压力变成了动力，这就很可怕。来吧，展示吧。他抢廉颇呢，那我们拿鱼或者那个孙膑。孙膑的话那边路没人了呀。那就鱼吧。辅助钟馗。对，搬，直接搬我是吧哈。钟馗直接搬了。哎，可由君在那看，哎，你怎么回事啊？我只想说你们给的尊重给足了。没有那么厉害，第一把我觉得就搬他宫本耀呗。对，宫本耀前两搬。这波 carry 搬了两个野核啊，都是搬的周柯宇。他应该是六个常用打野，蓝、宫本、梦琪，然后云中君，然后还有个什么，李白。四班周柯宇。因为我的判断就是主要针对周柯宇，把他玩的舒服的英那么舒服的英雄先搬掉，让他拿一些不那么舒服的英雄来打。要这个 BO5 我估计都看不见了。是的。蓝在下面呢。要不转吧，转了吧。飘蛋背他。啊，要被留。完了。留我了。来小我。可以打。杀一个。哎，牛啊，大招直接推，直接给框在了人群里，直接回头反杀。一个人打五个，切掉了欧子叶，自己有一个复活，站起来还能退吗？走掉了，我的天哪，这波周柯宇到底是一个包五个还是五个包一个呀？我走了，别打。闪现过去，一技能顶回来，林墨再来一个霸王斩，斩了一下吕布，而这个位置的何猷君的盾山以及一向明都被相继留下。哎呦，盾山差一点，一会儿就直接一波。这一波应该是 Super Carry 五个人上路就想去包周柯宇。那一波我也没有想去彻底打掉那个，我就看到一星大招的光从脚底下亮起，当时也没有怕，当时就是第一时间喊队友，然后自己在原地操作，尽量拖延时间把队友留过来。我觉得当时对面是因为比较着急，所以导致他们的 C 位站在了我的脸上，被我打掉了。一个蓝关键团战成伤78%，这波为了击杀敖子逸，周柯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觉得这一波我可以倒，但是敖子逸也必须倒在我前面。是的，状态太好了。你怎么敢动我的？我可是手法怪物。这就是爱恨成仇嘛，兄弟。不是，没办法，他谁让他玩 C 的？谁让他玩这东西的，兄弟？我蹲在这儿。我廉颇给对面营造的就是压迫感。对面有一个司空震是吧，就我看着你我都要搞你两下，我就是要给他营造一种我就是很不好惹的一个状态。来，我来，我有那个眩晕。直接打。留人过来，跟我。这一波又来把敖子逸给带走了。我没了，没事，我一个人吃线了。漂亮。 OK， 那是。这波敖子逸是一个人在清线，身后的王林刚刚出来，导致林墨跟周柯宇来了一波二抓一，这样的话上野各阵亡一次，这上野的差距就拉开了，就出现一些似曾相识的画面。韩信在下，我的妈呀！我回。一星回家来不来得及？元首猪吗？线有线吗？有线吗？把线清掉啊！我搞的就是梅开二度，哇，我这地址都是一模一样，命运，一些似曾相识的命运，头家 D
地址都一模一样。过去之后，然后包括那个司空真位移的地方，跟当时那个韩信是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发生在我头上，发生两次。唉，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一开始都觉得司空真这个英雄没有带线会带的那么厉害，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比较轻敌了，然后前面也抓他抓的比较舒服，反正就是给他压着打，然后就不 care 他了，然后大家就直接团战就直接上，完全就不管线。你将拿到一个0-3的 MVP。来看一下本局的 MVP 给到了敖子逸，司空震，这 KDA。不是我们，你看0-3，0-3，0-3的 MVP。赢就行，赢就行。好羡慕啊，太高光了吧，这也。那把我还寻思能打出一些高光呢，结果最高光的竟然被敖子逸抢了，可恶，被他这个0-3司空震拿了 MVP。0-3的 MVP 搞得蛮好，在这回城的，哎，我挡他们，哎，回不去，还要来，不想让他走。知道张博洋这时候手里是没有大的。蓝陵王，要越，兄弟，往那边靠。敖子逸绕了一波防御塔，收割开始。哎呦我的天哪，哇，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此刻纯水乐苏打气泡水可以代表我的心情，真的是庆爽带满，活力拉满，快跑、哦、你是哪队的？我看他思绪我就很紧张你知道吗？敖子逸一丝血没有阵亡，可以 nice。姐，你能不能给我翻个技能呀？姐，你是蔡文姬，你能给我回一滴一滴血也可以，你怎么零回血？姐，你能不能给我回个血？救命啊！可以，3分钟了，李晨。可以，我知道，因为我刚才看到你有血。学姐，你不要站那里啊，你站我旁边，对，因为你要为我补血，你就站在我旁边，你自己冲上去的话，那个别人来开我的话，我们就那个了。姐，你有技能你就放，你看到我没血，现在我血不是不满吗？对，你就放。OK， 好。来，加洛打，老板刚出门就得回家。不是前期根本就不应该被抓那么多次。哇，我不打射手了。哎，不打头了吧，好吧，我说一下。你们这打什么？打到一半你就不打射手了？你不搞大家心态吗？你每个队伍都有打得不好的，你就一直在这里抱怨，有什么用呢？现在不就是大家，我打就好好打，不要一直在打的时候一直抱怨来抱怨去的，那很搞别人心态的好吧？知道了。 Super Carry Carry 谁？我今天就让他们 Super 不了，希望今天你可以重燃小胖荣光。今天周慧宇小胖附体，周慧宇希望可以在这一季帮你干掉 S Carry。我上一季也干掉过 S Carry。那既然你要对阵到老板了，你有什么感想？不会让你的英雄出现在这个王者峡谷里，就算你出了，你也不可能勾中。我们可以向跟那边商量一下，就是好，我可以不搬你的中魁，你放我一个打野位，你把我东方药放出来，反正就一把。公公平平，九哲不帮我，他们就没法玩，兄弟。两边都是有想法，你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纳克，你盯他呗，他不出场你也别出，我也不出，好，他出去你就出去把他杀掉。好。当时其实我感觉我在那里待了很久了，他也在那里待了很久了，我想他再往前走一点点我就出来，后来想算了，蹲都蹲这么久了，出去实在不行跟他换了吧。哎，被骗了！怎么了？
哎，他走不了了。这谁打呀，兄弟？怎么送起来了？来人，来路在这里，我这里来人。直接去找子毅 啊！但这一波周柯宇上头了，一个人过去去找子毅，想寻求一个单挑的画面，但是身后跟着的是叶向明以及王林。Nice。OK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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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走了走了走了。嘿嘿嘿嘿嘿，我感觉他就是看到我了。当时其实我感觉他知道我在那里，但是我感觉我在那里待了很久了。他一出去，后面就冒出来三个人，我还做空了，很搞笑，我感觉对。怎么敢的呀，第一季的总冠军啊，是让我们来蝉联两届冠军吗？刀不锋利马太瘦，你拿什么跟我斗？林墨，可能这就是缘分吧，亲眼看着你从败者组爬到半决赛，然后再被我拽下来，这个剧本喜欢吗？可以可以可以。敖子毅，装起来了哈。开玩笑，我在战至巅峰最好的成绩是冠军加 FMVP， 最差的成绩也是冠军。哎，我在战至巅峰最差的成绩就是打赢过 FMVP 的敖子毅，也不知道这个蝉联第一的打野你见过没有。我试了，我试了，我觉得可以开一波。我也试了啊，我看到人就过去啊。这儿，来这儿开，来这儿开。那我们反他的红吧。反他的红吗？可以。哎，你看到 Super Carry 战队他们很主动啊，三分钟就进到了野区。哎，靠红靠红，兄弟们，我来了，我靠过来了，靠过来，他们要炸，他们要炸，兄弟。全控下来，全控下来了。来，做个了断吧。这波要飞吗？回头直接过去反打，何猷君交出了闪现，往回退一下。这波项羽跟了过来。一技能退一下，再来个霸王斩，斩到了射手的身上。蓝的位置，蓝的位置。但这波蓝过来，直接回头反收割，拿到两个头，周柯宇二连击破。那是。打了一个一换二。没办法，我已经扛得很那什么了啊。不着急，慢慢打。慢慢打，不着急。漂亮，太漂亮了，叶哥，爱你。怎么了？打了个龙，爱你。是不是游戏意识吗？不正常。爱你。我就是打野。爱你。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想大家那么紧张嘛，因为人不能一直紧张的打游戏，不然很多时候他到后面就累了，他累了就不太容易能反应得过来。我来。灭了他们，将这混乱的时代拉回正轨。哎，这波又盯到了一个项羽，把项羽背回了塔下，吃了一波爆发，然后项羽回头一个霸王斩，斩掉了盾山，自己还跑掉了。然后这时候戈亚再上去，直接对点，打，可以打，我来了，兄弟，确认目标，蓝来了，快跑！这波蓝绕后，在二技能挂一下，你要过来二技能吹手，给个一技能，最终是戈亚点掉了一心。好子毅被四个人包着。越了，然后拦着一个大招回推，没有能够推到，我也不想放过敖子毅。敖子毅过去之后想要跟周琦对话，但是没有成功，又是小乔跟上了猪猪，把段章带走。哇，直接怼死。林墨的进场就是把局面完全打失衡了。我来，灭了他们，将这混乱的时代拉回正轨。我是觉得团战团起来了，我就赶紧冲过去打，想着怎么去震到对面的 C 位，压着打呀。哇，直接来，连坡下来，马上快点，再进野区反这个蓝，拿到了，这个蓝月反掉，张飞直接给大招打，飞了飞大爆弹，大哥直接回头反扑，一个人扑到了三个，我直扑进去了，我的天哪，我缩进去了，这怎么敢的呀，能不能杀了他，打，大哥直接回头反扑，一个人扑到了三个，来，自己也倒了，但他换掉了戈亚，连波大招进去拍到了三个人，再配合蒙亚一的防卫，隔墙扫掉了敖子毅。Fabulous！ 好痛啊，没办法，漂亮，那行，阿花，哦，哇，直接扑进去了，楚河也心率140多了，已经，杀心起了，那时候肯定。刚那一波周柯宇一个人往三个人群里面扑，也是看到了队友在后面接应嘛。对，就这一把的理论画面就是周柯宇还有林墨用大爆发把人全部打残，然后紧接着周琦进去大招一开，一技能扫，一个一个扫，来连扑，我站 OK nice，
第二局我觉得林墨做的就很好，你可以看到他很灵活的思路，有转有支援有开团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维。因为我一直在盯对面的 C 位，我是觉得团战团起来了我就赶紧冲过去打，就是我就要营造出一个我很凶，你别轻易靠近我们队友，你靠近我们队友我就会震你，我就会把你搞得很难受，打出一种威慑力，就是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们这边很好开团。哎呀，完了，吕布位置啊，下路包了，下路来，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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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给包了给包了。前方深渊，身后地狱。下路，黄玲姐先把大招叫了出来，且手里是没有闪现的，要被先打一套了。来上吗？啊，格雅这个位置开了个黑沙炮弹上去点一下，先把吕布带走，一个小位移躲开，向你八荒斩补控制。保了一下周琦撤退，还自己还是一丝血。项羽好肉，项羽哎，没被到还能打，兄弟们，我知道我来了我来了。人口已经长，敖子毅被周柯宇切掉，是的，切掉了孙尚香，这波再上去一技能打两波，这波何军想钻塔钻不了，这下把辅助和中路全部带走，周柯宇三连决胜，这波节奏直接团灭了 Super Carry。ACG 在刚刚的那波团战啊，也是由于在下路的位置，王林姐的吕布先把大招交掉了，且手里没有闪现，而引起的这一波进攻。但是林墨的进场帮助了周琦、戈亚全身而退，然后紧接着让周柯宇进场收割，敖子毅那一波也被打残，所以他在见到周柯宇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再打了。我这个项羽他的厉害就在于他的那个击退，我觉得是非常恶心的。最重要的是，就是让对面觉得。我真的是一堵墙，堵在各个 C 的前面，恶心对面。你看，你看，你看，你敖子毅在干嘛？爆炸了！哇！四攻人的带线，四攻人的带线。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哎，看看家，看家，看家，兄弟，回一个。看敖子毅司空针的位置，下路已经拆到高地了。敖子毅偷塔去了，敖子毅，兄弟，我的天哪！不是吧，赶紧回家呀，又要偷塔了 ！Everybody， 来，我们要赢了，带线带线，快！我剧本不都给写好了吗？我也很懵，我都打到高地，那大高地塔都快掉了，我说啊，还有这种好事。下路已经拆到高地了，上路的这波是个五打四，打了很久，还不回去吗？没事，一波不掉，他应该一波不掉，一波都掉了，一波都掉了，先回。快缠住他们！别让他们走！别让他们走！快！拖他们，不让他们走！宁可死也不让他们走！就是让他们打死也不能回城，一定要给小敖这种推塔的这种空间，你知道吧？赶紧回家两个！先回去了，林墨过来了！哇！不会吧？我逃脱！快！只有最战士的雷霆，才能击碎最沉重的黑暗。偷塔！点塔！我不要！点塔！林墨过来了，但是他这位清不掉啊！敖子毅一个人把家拆了，下路。恭喜 Super Carry。通天野王敖子毅，不走寻常路啊！我的天哪，他真的是脑子里只有家。Victory， 梦泪，你是不是梦泪？我是韩信，是不是梦泪？你是不是梦泪？我的妈呀！我一看上了一个司空震，你雷霆击碎水晶。我说了拿司空震吧，哥哥。牛啊牛！